上美丽的天家，我们每个人都期待有一天我们回到上帝的家。我们只是世上的客旅，这里只是我们暂时居住的地方，但是我们的神在那美丽的天家为我们预备比我们想象更好的祝福。神所预备的是我们生命中无法想象的，我们唱这首。Thank you.
督有多爱你。待会我们要唱这首《耶稣爱你》，这首歌大家都很会唱，但是当这首歌你在我们唱，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请你们再一次回想歌词。他说：“耶稣爱我，我深知，因为圣经告诉我，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，甚至是在天堂那里等待我们，只因为他爱我们每一个人。”所以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你可以闭着眼睛好好的去思考，耶稣爱我。Thank you.
谢谢。